那个各位，哎，圣诞快乐！然后我要关台了，大家晚安。开到12点哦，大家晚安。对啊，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睡到9点半，然后我梦到，礼拜三有阿米狗嘛，然后梦到是我们约好8点玩游戏嘛，就平时8点开台。就那我在梦里的情境是，我担心我梦到我担心我迟到，所以我提早起来了。我7点半就起来了，可是那时候在看影片，看一看看到忘记，结果我9点才出现，就他们已经玩到一半，玩得很嗨了这样子。圣诞快乐，各位晚上好。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还梦到我刷到黑色裂空座，但是。我刷到的裂空座是 Mega 的色尾裂空座，这是最奇妙的点。那再来，黑色裂空座嘛，然后再来我就用那个就是怕它死掉挣扎嘛，然后我就用掉了我的6只宝可梦，只剩下最后一只，然后我用了高级球把它抓起来了，然后抓起来之后，我就在想说，干，该不会在做梦吧？然后梦里的我就醒来了，我说：“啊，干，果然是梦，对吧？你知道梦中梦欸，我梦到梦里的我在做梦，在抓裂空座，还知道说这是梦欸。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有吃圣诞大餐吗？”啊，你知道多难过吗？黑色裂空座，哇，刷到了，醒来啊，在做梦，然后再次醒来啊，干，真的是在做梦。羊肉炉算吗？晚餐都算，好不好？好，我们再准备一下。素食咸酥鸡，我家里也开始在吃素了，然后去 A 了一个很大片的吐司。我不是说最近一直都在吃吗？哦，小熊安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最近没有开你画的，不最近啊，因为打日麻的话，右下角会挡到那个空的牌就没有放，除非是跟台 B 一样啊，不就是跟 B 一样，就是拉个视窗，然后一个排版，我有在考虑啦，可是有时候剪精华的时候，那个画面会很小。哇，那你可以过2次圣诞节，好棒哦！教主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简承轩生日快乐，好，好啦，开始喽。我的声音好好听，这是刚睡醒吧？哦，你进来了，这样你在暗示我通话对不对？自合游戏再开，对啊，就是麦快乐啊，就是麦快乐。嗨，早安，早安。干，西米你不用卡，我用这只，好，我用你这只。
就今天传的贴图就四十几张耶，好恐怖哦。我看到啊，你传很多耶。很多哦，好用哦。这都只有我自己的，我没有抽到其他的。你今天飞我记得了。没有，那是昨天的事，睡醒都是昨天。哇塞，我没有睡啊。我有睡啊。我没有啊。我有啊。为什么你们都是同一个昵称啊？不是昵称，是什么称号？什么称号？就是那个啊。你在问屁话？你在明知故问吗？不是，我的意思，就我没有那个。你不是没有解吗？我没有解啊。对啊，哦，所以你在明知故问。不是，因为你们三个都有啦。白酒有好熟悉哦，他是谁？聊天室的啊，就叫白酒啊。他就叫白酒啊。你好。那你今天看到我被斯安克丹奇打飞吗？看到啊。很扯欸。他叫什么龙的吧？对啊，龙。龙魂吗？他叫什么？九龙？不是，九龙是叫九龙。不是他。哎呦喂啊。我忘记他叫什么龙。看，没错，开到十二点了，各位圣诞快乐！打完这场就结束喽。嗯。那张是五万，对啊，没有那一场大家都听五万，对，我很难过，就知道你还被气到多开一场没，嗯，太兴奋了，对，太兴奋了，没办法，太兴奋啦。过分喔、哦、对啊，因为他先贴贴图再点，他不可以先点再贴贴图。你看他还在贴贴图耶，好扯哦。对啊，他真是坏人啊。虽然有点以偏概全，香港人都这么凶的吗？哇塞！干嘛？真的？我问你啊！真的？我回你啦！真的？我好诚实哦！天哪！哪里找这么诚实的宝宝啊？哎、啊，我男朋友在，你小心说话。你男朋友在？怎么了？小心说话。你是说他小心说还是我小心说话？大家小心说。你看他说真的凶啊，真的凶啊，对啊，低啊，对啊，不是啊，你有低哦、喔，你不是更大吗？这里人很多哎、欸，还好啦，没有以往多啦，人还不够多。咳咳咳하네맘我来送爱心。
小鱼还是西明吗？小鱼啊。哎呦，是，嘿，是，嘿，叫不出来对不对？很难叫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超难叫的？真的，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只能跟你说声，我叫不了你的名字。对，叫爸爸。阿姨，圣诞快乐！我只能叫阿姨了。哦，你叫大阿姨好像差不多哦。哇，你真的想被揍了是吧？是。哇，你先的哎、欸！我没有提到年纪这事情，我只你说阿姨啊，可以养我，所以叫她阿姨啊。老舅也可以啊，啊对，你都叫她叔叔。干嘛？不能讲吗？不可以讲是不是？可以啊、你要讲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要累死了，好，晚安。我要看，我偷看你的牌。我那想研究个东西耶、欸。研究什么？东西的？不是啦。我干！哦哦哦哦，死去！哇！你要死去了！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玩？要说你，你看我一次啊！啊，所以现在报仇，你就是不想跟我玩嘛，对不对？好，走走走，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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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你就是不想跟我玩。难得你抢到，你看第二局就没了，你是不是亲手毁了你自己？难道我自摸不糊吗？我对呀、啊，因为你等一下被西米给气、欸，所以我先帮你断绝这个人。哦，聪明吧？好啦，厉害吧？你是一直，我打算补血的呢。你不是没损血吗？我打算给帮教主补血，我都没有停牌。看我换新角色会气死阿亮吧？就是要气死他！不要，他对我那么好，我对你也很好啊。那、啊、你是不是被我气死了？对，对啊。我们何必互相伤害嘞？何必互伤害？哇，觉得你很过分了。嗯，我很过分。嗯吗？我怎么了？嗯吗？什么啦？那边偷亲？我们的太辣，没有偷亲啦。我的太大了，来等你开，等你开，等你开，好不好？太难过了，等你开嘛，转身开，减肥说不出来。哎、欸，你这一场的人都很，很这样，很香哎、欸，很香。感觉这几个人的组合就是你晚上偷偷玩的时候会遇到的人。我哪有晚上会偷偷玩？我晚上也才玩那一场而已。哇，真的、哦？那一场我在刷裂空座，然后再上线，在那个送爱心，哎、欸，送一送，送到想说奇怪，什么东西跳出来，点下去续刷。那刷一刷，怎么我发现我已经坐在那台桌上面了？那我说应该就只是个，就只是个叫啥？叫啥？啊，简简单的那个修罗而已。坐下去，哎、欸，不对耶，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能糊？然后才问一下是几番，然后四番符。我说干，
觉得有没有机会啊？有啊，真的有啊。是不是还要继续听五万啊？直接讲出来。对啊。啊，对啊。反正你也靠自己啊。安安 ，Hello Hello。哇，我真的不知道你今天要几点睡，你会不会用明天才睡觉？我吗？还是你？你呀、啊。还剩一分钟哎、欸。不是我的意思，哦，对，你要关台了，对不对？啊，真的要关台了，太棒了。对，关台了，怎么了？我下班了。嗯。什么？要跟我分享什么吗？啊，你今天怎么会睡过头啊？哦，小哎、欸，小雪安安，啊，你不是关台了？对啊，你不是关台了？嗯、他骗你，他才刚开耶！我可以12点再开一次台啊。等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在开？我决定，我直接去开。你平常都没在看，看，立即，不用立，站住，哎呦喂呀，哎呦喂呀，1225万，什么东西？我们1225万，1225万，1225块而已。可是今天已经1226块了，为什么是25块？谁抖的？小鱼，我跟你说，我今天发薪水。哇，这个好听的声音是谁耶？秀秀，你被称赞了。哇！我先把你 ban 了。看，我也要把他 ban 了。你怎么说出这种昧着良心的话？真的呀？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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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说出这种奇怪的话？对，你不能在聊天室，就是因为想说那个什么谄媚我们大家，懂吗？谄媚还是会被 ban 的，好吗？对啊，他道歉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道歉啊，不用道歉。我这边拿出钱出来，诚意最够了。道歉要落，对不起，财富自由的证明。小鱼，我跟你说，我偷偷私讯你。如果你决定要偷偷私讯我，就不用跟我讲，我跟你说了。哎、对不起。你再等一下，他问什么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知道？没有，我没有，因为我忘记了，我直接打在DC 这里的 DC。这里的 DC 叫私讯他哦。对啊。被私讯在哪里？不是在台上打字。小爱，你看，这是我。今天拿到的奖金，他要请我们吃饭了，塞了，谢谢秀秀。嗯，我要吃海底捞。我为了看到那个数字，我要开麦，谢谢秀秀。哥，问西，我们想要吃什么吗？海底捞好不好？他没看到，他没看到。哎，阿秀喜。我没钱，好穷哦！你刚刚那个奖金，然后跟我说没钱，那个叫卡费啊！我不管啊！你当然是穷逼耶，砍！你可以刷卡的、啊、海底捞，交不出卡费来还刷卡。
我在干嘛、啊？不懂哎、欸，看不懂。哎、欸，很难得，这一桌都是男生呢、欸。然后讲话的都是我们。对，真的。我们讲话都畜生。你才畜生。你怎么这样说我？那小鱼心脏会很痛。砰！砰！你居然双开，你也太毒辣了吧！那是秀秀。你说我吗？对啊。哎呀。你怎么知道？我舍不得离开是不是舍不得离开我们、对呀、啊、听起来是你舍不得离开旁边我fuck他真的很帅，他那个动画真的很帅。哦，我以为你在说那个我要离开了，不要妨碍繁星开台，不然他都不说话了。嗯，我没说话。对啊，我本来就没说话，靠腰干嘛啦？我的意思是你不说话，这样子我们的声音只在台上不太好。你声音超小声好不好？因为我不想要那么大声讲话。你平时就这么小声哦、喔？哦。来，我们打床战。哈？我来打床战。我不要的。那我们去打肉墙。玩那过气游戏，欧大也没有人在玩的，好不好？有人呢、喔？有，现场就那一位哦、喔，声音很好听的那一位哦、喔。不是我，我就没有在打欧大的，我就买来放着，在给他烂。我真的是把那些不玩游戏的钱留着、喔，我真的是现在就是财富自由的那一个。倒在那边，你会买别的东西？对。哎、欸，我真的想。你会花在旅游什么之类上面的好吗？不要说没有钱。那个是适时的放松自己。都一样啊，他买游戏讲的话，秀秀是游戏反指标。什么意思？秀秀不能去小琉球。哎，他有诅咒。但是都去年的事。我差不了。这是今年七月的事情。是今年吗？今年呢？我怎么记得是去年的事情？今年，你时间过得有点过快。今天才12月26号，还没过，还有一个礼拜哦。秀秀什么时候请我吃饭？我们的尾牙嘞，兔窝尾牙嘞。对啊，兔窝尾牙不是繁星？你是尾牙主席耶？你是兔窝的尾牙主席耶？繁星可以说八旗人啊，但是出了钱是你的，不是吗？什么？那是什么？我不行，我很穷。我的钱要拿来用在更多其他地方，像是我想买包，买。你又想买包，你又看上什么包？不要问，你会怕。你会怕吗？哦，你每次丢出来都很可怕、啊。最近想买。没有问你，没有问你要买什么？没问你意见。
我最近想买一些漂亮的包、漂亮的鞋、漂亮的衣服、香香的香水。那你要跟另外一个人说，不是跟我们。干！你小心。关我屁事哦！李记，放我屁袋！不要啊！哎，干嘛啦？弟，你说嘛，你跟我说，我学啊，快点教我。为什么不要？不是因为如果你有意的话，你这个牌可以先不要立，说不定可以拼个私人课嘛。没有，没这东西，你相信我。好。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我好像记得你之前好像有一次把我打出来喊叫不要有那个有精华，那个有精华我记得那个被剪出来过我刚刚会喊是因为我之前也是那一种牌，然后小鱼就骂我，你是白痴吗？为什么要立那种痴？心里也被骂过啊。连我那时候不太会玩，看你这样打牌都很火大了。漫画还是要约明天玩。 你明天休假吗？欸，小雨，你呀，啊，对耶，我明天休假。哇，你约明天啊？我明天也休假。真的吗？那我们出去玩。真的好呀，小鱼，你明天休假？我明天突然休假。突然休假，突然哦。OK， 好。我寒心准假。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放假的就是我妹突然跟我说，哎，欸，我明天上班，这样我就放假了。哦。或是我妈说，哎，欸，我明天上班，这样子我就可以放假。我很卑微的，我很卑微。我不能控制什么时候放假。小鱼，我跟你说，我今天下班的时候。被骚扰了，被跟踪了，被告白了，没有啦，那我想不到了。我看到公爵满地爬，汪东城路上全部傻笑，就是我看到路上啊，还有今天来我店里买东西的，全部都给我。黏在一起，真的很想直接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以后你就会这样子走了啊？你说从中间走过去吗？好的。是啦，你会变成连体婴，占据车道。啊，秀秀，你就直接帮他们用那个三秒胶帮他们黏得更紧一点。不是，你这时候应该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然后就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然后就穿过去这样。啊，不好意思，烫哦。看眼镜怎么烫？刚切刚镭射切割出来是不是？不然就下手机去下载那个啊，电锯的声音。嗯，啊，不好意思，借过。对啊，可以吧？我们是不是把别人吓跑了？没有，我们就只有你。哦，我看到一只酱，微软，好想吃哦。对啊，你又不是没钱。我是看到楼上的那一个想吃。哇，好可怕。
怕你会不会飞走啊？你飞就没有，没长。好，欧元爸爸，拜拜。你们要玩啦，要玩的话，等一下提早关台嘛。不用啦，没有哦。你就是不想跟我玩嘛？啊，说那么多。我想要你多多陪其他聊天室的观众打。不是你，那你刚刚是不是情绪勒索我？我没有情绪勒索。我们的泰拉瑞啊嘞，我们的东西大 together 嘞。这不是情绪勒索是什么？我跟你说，你说。只晚一两天，对啊，不是可以跟明天可以解决的事情，不是之后就要上班了、啊。对啊，明后天，明后天可以玩一下啊。记录档，我就说记录就存在你那边呐、啊。不要啦，你看你那边开，会很不爽哎、欸。不会啊。哇，他好帅哦。罗拉尼谁很帅？那个啊。哪一个？维啊，就刚刚也有的啊。你等他结婚就有了啊。在努力跟他结婚啊，我在努力求婚的，他在动哎、欸。他那个好好看哦，可是他声音不太好听。哦，那算了。可是他哪会啊？这动画全部都很棒哎、欸。那声音我觉得还可以啊。他有点，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你比较，欧拉尼，对对对，那种，啊不就这一只吗？就是比较低沉点的，也不是他的、啊，可以吧？我还是觉得你的桌布很好看。你没有吗？我没有。可是你不是有日麻少女的？对啊。可是你都会动啊。你站起来，你一直动，你这换画面也可以啊。哦，摇头晃脑的，自己你就抖，进来了就会动了。你脚放在电脑桌上面抖脚也会动。我想到了，我想到一件事，小玉，小玉，小玉。我是你，我是你，我跟你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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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一个洗脸机。你昨天说哎、欸，那个好用吗？我不知道。赶快用啦，看会变漂亮。不是啊，我就是今天用了，我觉得还好，没什么效果，但就是摸起来滑滑的。可它不是很冰吗？它有一面不是冰冰的那种。冰冰啊，冰金属的、啊，它不是应该有一边是冰冰？它是整个细胶，我有拍影片下来，你可以看。放在哪里？灵异影片。影片 YouTube 上面吗？不是啊，实测。你看我这边，直播洗脸，哎、欸，我看到了，是上面的吗？哦、我看到了，拍谁哈？我跟你说，他这长得超像我打的那个东西，肉毒杆菌，不是？可是这个，嗯，要不要玩啦？没关系，你又没关系。女生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你到底怎么了？你们吵架了？老 G， 你们吵架了？没有啦。那、啊、他怎么心情不好？因为我看到前一阵子老 G 贴的 FB 的那个贴文。没有哎、欸。你这样看一下。我那时候想说，干，你们两个怎么了？然后我还去看，没有啊，还挂得好好的啊，应该没事吧？他真的很好笑哦，然后真的，然后你下面的留言也很好笑，好吧？我吗？不是你，我想说，我想我怎么了？小鱼呢？要去 FB 看他的。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短信有暗赞，有吗？哇哇！我记得短信有暗赞，你要记清楚呢。有，你真的有？我看一下哦。欸、有哎、欸，你有按赞哎、欸，有哦，抓到，谢干哟。哦，我跟你讲为什么了？我只看到什么一个充满阳光的海滩，总之我觉得哦很阳光，点下去按赞，然后滑下去，下面我就没看了。你要看完，你要看完。我想说，然后突然出去走走吗？好，给很正面给个赞。好，现在看到了。那篇文章超负面的，好不好？还好哎、欸。而且他。之前就没跟我讲，好、啊、
碰什么东西？我早问他那一句啊。好笑，就很烦啊！避风港不见了，讨厌！我说你们吵架了、哦？没有吵架了。小鱼的避风港在香港啊，好麻烦哦、啊。我躲在香港，躲得好好的。哎、欸，他躲在他的避风港，然后、啊、我就是那个风干。那所以他是港，很港哦，香港的港，对，好哦，你很港哦。哦，阿尼，马婷安安，为什么不玩哦？不玩。好。玩那换到 po 文了，以为找到了，避风港，东斯大的那个港，哈，我要滚，我要去，太海上漂流喽！你不是要去你的避风港吗？对啊，那个才不是你的避风港，那只是另外一个地域。那是我快乐的地方。另外一个暴风来袭的港口，没关系啊，再暴风我都愿意。也不是啊，哇塞，哇太爱了吧！哇，他可以尽情的鞭打你，是不是？看他上次真的打你哦，好，真的用鞭打哦，拿麦克风，剑，没有鞋带，什么都没有。皮带没有，什么都没有。手、手、牙齿、牙齿、秀发、秀秀的头发。对，你不是还在开台吗？你确定这样可以？讲秀发怎么了？过十二点就可以了吗？不可以啊，那就对啦。我说可以就可以，反正他的台我都比他凶了，没关系了。他每次要讲坏坏的事情，都说、欸、小鱼在吗？小鱼在吗？没有啊，我说、欸、小鱼不在，我可以先讲。然后看到小鱼来，哎、欸，那个开车停了，停了，停了，杀人的来了。那真的很过分。哇，你好强、啊！哎、欸，杀人的来了，停了，停了，停了，各位。对。我爱吃大肠面线。哎、欸，为什么？我为什么？我在吃那个五谷咸酥鸡。哇！然后今天爷笑跟我说他去吃大肠包饺子，我也好想吃哦。那边没有。香港没有。香港没有。你可以开一间啊。我还要开多少东西？哎、欸，你那间店也可以卖大肠包小肠啊！太不行，哎、欸，这样是很香。另外一个执照、牌照，他要是能够卖手饰的，那你就是请人呐、啊。你说我卖手饰的、欸、哦，这里到底要打字打在哪里啊？那边 Life 区啊 ，Life 啊，你刚打对啊，你收回的地方打对了，哦、你再乱收回啊。这是我买的，我觉得看起来。没拜，你怎么拍你的照片？我什么拍的照片？有什么毛病？可是胶如果放比较久的话，它的会变成黏黏的材质。啊、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怎么感觉让你温暖？嗯。哈、啊？没有，我让光遇。什么感觉让我温暖？放进去的时候。大小了。天哪！进去。塞鼻孔。啊。
不要好了，耳瞎观赏的游戏。冰沙安安 ，Hello Hello。我知道他是冰沙，他改名字，我也知道是。他是冰山吗？冰沙。冰沙。鱼的沙。哦哦，好的，我以为是冰冰。冰冰是冰冰。冰冰是冰冰。什么是我温暖牵手？牵手，牵手。然后我忘记怎么唱，我只会唱这一句。我跟着快乐大步向前走，还是什么的？差不多。不是啊，上次问题是怎样可以解决什么环保问题啊？我那时候是答不要带啊，我没有说保险套，我是说不要带，好不好？我跟游戏内的说话，他这样太突然，我刚刚想说他在自言自语，然后聊天室没有人打字。我在 Twitch 也有开好吗？啊，真的啊，真的啊！你什么时候跑去 Twitch 开台？几年后吧。过期的圣诞节，对对对对，其实今天台是圣诞节不是吗？那时候听过。为什么今天才是圣诞节？我记得是24是平安夜，然后25是圣诞节。我那时候记得有人说，其实什么平安夜不是平安夜，不是啊？平安夜不是圣诞节，对啊。平安夜是，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哎呀，我看到冰山了。七。龙。哦，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小鱼，小鱼，我是小鱼，小鱼，小鱼，我看到冰冰了，要死了，要死了！诺英早安，没爬不？诺英，只是打一打，可能会没有。是哦，就那天，你们看到太多了，你们知道的太多了。哇塞，你怎么找得到的？你好强哦！你的笑声可以剪出来吗？你剪啊？为什么？这有够好听的，很有层次。我的问题。好奇，那只龙出来了，哪只龙？裂空座。还没。黑裂。还没。然后我仔细算过，我已经刷超过2000只了。欧拉尼。你要不要给我刷刷看？你来台湾啊？这个无法。哦。你来台湾呢？日记八号飞过来吗？太好笑了！我回台湾，我还能回香港吗？我回得去吗？你不要在这边有一些恐怖言论就回得去了，对不对？哎，你不觉得我很棒？我觉得你很胖。嗯，我也觉得。我拉你。我只是找到了我们久没看到的冰山。是把它给挖出来的那种看到哎、欸，就刚好你们说繁星开退局，我就点开，然后就这人好眼熟，还开台啊？
是吗？对的，我不知道。冰箱开台，你卖我？啊？到底？没事，你开你的台。好啊，都有秘密啊。我要把你东西抖出来了。干你！对不起。但我要抖什么？我是要抖什么？干我什么？坐飞机要隔离两周，对，隔离两周，然后回去隔离，对，没错。所以现在，唉，好难过、哦。大概要回好几个月吧。就是便便又要干我了。谁呀？谁呀？这么糟糕？有避风港就了不起。我没有避风港。那没有。没有，你最近是快乐的秀秀哎、欸。我要按一个不喜欢。来，你按，欢迎你按。嗯、你最好开100个账号来按不喜欢。真的耶，我不要，好累哦，还要开账号，开一个我就全累了。你以为当刷名那么简单吗？对呀、啊，刷名。我不当刷名啊。不啊。你开啦，你开啦，我压力很大哎、欸。不是啦，一样啦。我跟你说，我跟你解释好不好？好好好，你说。因为如果你打三饼的话，有机会会有一杯口。没事了啦，结束了啦。好。リーチ、ピンフ、タイヤオ。我那些机会最近都离我而去，我很难过。看看那个十三面。十三面离我而去，我就很难过了。哎、欸，我正负零，对啦。那个动画好好看哦、喔。哎、欸，怎么最近的都会动？就是之后都开始会动了、啊，所以桌布那个也是啊。啊，哥，这样子我想要课了。钱花钱了吼。没事啊，今天有啦，你的奖金拿来课，绝对课得到。全部就上去了。对，全部都下去。你可以请小鱼抽，你刻进去请小鱼抽，他很欧，只是不要给他压力，他的小心脏会受不了。没有，不行不行，我要过去了，拜拜。好扯哦，讲他坏话，快点讲他坏话，我把声音关掉，讲他坏话。你看他又怎样？你跑过来，你就跑回来啊。你就跟他讲说，哎、欸，隔壁找我去一下，哎、欸，我有在听哦，这样子吗？不掉了，你演好演满的你怎么还没走啊？不然怎么最近不要让我遇到你是不是？来，不是我说你，他最近的表演欲很强，谁对你一直都是啊，小玉也是啊，我那么高追，他对。你为什么要凶我？我们不好了吗？他学的好像点啊，真的，就是我平常会讲的话。你都在默默听，默默学啊。哎、欸，你要走了没啦？他還等你很久了哎、欸。默默还在，还吃东西。哎、欸，他嘴巴含东西，我就有，我觉得怪怪的。热点后，他嘴巴含的东西想，想二舅。看，我在吃咸酥鸡。哦，咸的咸的。好，我们看再见，我走了，去死。好扯哦，好扯哦。好笑。干。又干了，哇！完了完了完了。好生气哦。吃完之后就要干了、欸，好恐怖哦。真的好扯哦。爱骚扰我，他在干你的事情。嗯，他在干，他等下在隔壁干。中间打开了 L4 地图。啊！哎，他们在 L4 玩。对吧？最近看他们又开始在玩啊。更新什么地图了吗？就玩好玩的啊。
斗兰尼，斗兰尼。哦，对啦，我想要你再贴一次，你再贴一次，我要拿来当贴图。哎，感谢你。这位叫嘉轩。你的台声音好小、哦，你可以调大。ミスでしたか？ツモ。他那个更新，他会有限时。现实什么？就是泰拉的泰拉跟那个不会啊，之后就是联动了啊。对啊，所以那时候也在台上跟你讲说那个不急啊。哦，那我上一次咨询是2020年的11月21号。你说开启时间呢？对，我也差不多了。可是那个是什么？东斯达我比较常玩，我上个月还有玩。你知道东斯达我最后一次开是多久吗？刚刚吧。哇，你好厉害哟、喔！拿东西吧。昨天。哦，东斯达是早上8点分行，台湾时间呢、啊，然后日麻是5点。杨安安不累哦，还是平时你们都聊到这么晚？谁？你们呢？我们没在聊天，在平时。不是啊，你们平时半夜不是说在隔壁聊天聊一大堆？没有，我最近都没有了。哦，也不是最近没有，戒掉了。戒掉，对，戒掉了。然后有时候有空的话就会进。不然其实我都在睡觉。嗯，好好习惯，睡觉好，睡觉棒，睡觉。累。睡觉。累。不然我就是躺在沙发上耍废。啊！我以为打这个可以吃宵夜的，然后只是大肠面线而已。啊，怎么打一打打到就是忘记吃就凉掉？我上次面线真的很夸张，它跟果冻一样，我是用嚼着、欸。好饿哦！你想象那弹跳甲鱼汤有没有？要想象那个东西。讲一下啦。学妹，你学妹耶。我学妹，她也是你的。我的，我已经默默的变小鱼的学妹了。没有，我不是小鱼的学妹啦，我要小。我每次见到他，我也是叫他学妹的。对啊，他兔窝的国民学妹，国民学妹，学妹，哦、也叫他叫学妹，太棒了。那你怎么没玩那个 L 四 D？ 就有空啊，就一些、啊，不然 B 四 B 跑不动。哦，那太卡了。你买了哦？
上次秋特买的有钱人。你现在的那些电脑配备不适合玩的啦，现在后面的大作都还要升级，不然我干嘛去升级电脑，把自己搞那么惨。 B4B 太新了啦。对啊对啊，那时候测试的时候我宰啊，我也有玩，但就是好卡哦、喔、就很卡啊，画质什么的就玩得很不是很过瘾，就是我当时感受到要换的时候就是那个啊，无裂了跟 GTA 啊，啊人家怎么画质都好高清哦，啊怎么的不行了。所以我现在我从手机开始下手。手机有 B4B 哦。手机没有，我手机就是玩个什么原神之类的，哇好顺哦。所以下一个就是该换电脑了。你玩原神哦？就是偶尔玩一下，就是上线，然后解个每日任务，然后就下线了。就是现在其实也很忙，然后就是久久等一次，偶尔只是当一个抽卡游戏在玩而已。ミスでしたか。哎，那边冷吗？我像在淡水，那边冷不冷？哦，我有开那个电暖气，倒还好。你家那边应该蛮暖的吧？暖。你跟我说暖，你现在来，我去接你。下雨天哦，为了你，我出门好不好？先冷静，我穿着睡衣。睡衣更棒，好不好？你不是说暖吗？穿睡衣刚刚好啊，不是吗？不要，我超随便的，现在先不要。没事啦，反正很暖嘛。我没想到他是这么随便的人呢、欸。想都没想到。不太对。怎么不太对？你也知道你不太对啊。能让教主下一次真的值得啦。对啊，你看，现在我旁边还有鸡排可以吃哦。我可以自己出去买。你宁愿自己出去买，也不想要去跟繁星玩，太过分了。他来我家是要玩什么？哎、欸，对，有一些合作游戏要不要？你一边我一边。哎、欸，哦，我知道，哎、欸，我也想玩那个合作游戏，就是哪一个吗？就是那个。那个玩偶的那个吗？哪一个玩偶的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哎、欸。你说双人成型的啊？啊，对。我那小听不到。双人成型。哎、欸，我跟你说，那个我有买。那个也不是，我是说一台电脑的那一种。一台电脑。它只能一台电脑。一人一边的，像是以前的什么小朋友骑他家的那一种吗？对，等一下，原来狐狸在场内哦、喔。我突然看到一个害羞遮脸的图，想说，哎、欸，是狐狸耶、欸。可以呀、啊。你他说要不要现在来？可以不要现在吗？你是不是吹张嘴？出门哦、喔。我没有。你是不是吹张嘴？你可以等我寒假。啊，要喊什么？寒假、啊？寒假吗？多少钱这一类型的？是不是？怎么寒假？寒假啦，哭啊！我觉得我要被告了。这样聊天室是寒假去跟繁星玩游戏，好像也蛮值得的。哦，对，他的嘎嘎钱。妈的，那一天拐了我一个多小时，还没跟他收钱呢、欸。欸、我直接被绑走一个小时哎、欸！嘎嘎绑走你？对啊，对，也是要错了，是人男，然后是翻斧，南风局哦、喔，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南一局的时候卡了30分钟。嗯，好累哦，干，我快气死了。他有开古意，然后又开示范符，好恶心。你要玩吗？繁星双人成行，他不是抖内我吗？谁有吗？专人成行我还好哎、欸。是吗？那我跟老舅玩。他好啊，没事啊，你们去约会啊，我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啊。最好玩完之后PO一下心得给我看。真的很好玩啊，我知道很好玩啊，我都看过了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啊，没有中我的意。还是要玩那个那只猫，那只还是猫吗？就是彩色的那个。可是那个感觉剧情的分量挺多的呢。什么 ？Pico Park。哦，那个想玩，那个多人玩很爽哎、欸。我怎么看一下绿巨还是其他的抖内？我现在怎么看啊？他抖多少？我怎么想玩 Pico Pop？ 不是他真的有抖、哦，他听不出来我是开玩笑的吗？我是不是讲话都太认真了？完蛋了！那你们要给我钱？不是，我现在要看吗？我现在打麻将耶、啊！这个，啊、这个繁星都玩两次了。哪一个玩两次 ？Pico Pop 玩过了啊，对啊，菜渣阿妹一次，阿咪狗一次，阿咪狗一次啊。我还都知道怎么破法，结果就跟他讲说，我过不了再提示你们，我在旁边发呆。而且这个那时候一看到我就马上贴给阿咪狗啊，然后礼拜日看到，我们礼拜三才玩。清洁游，不过啊，这难得会合作的清洁游戏。可以真的有合作性质的心结游戏，对吧、啊？前面会闹到后面是真的想过关。刚开始在搞了几下之后，嗯，该认真了。真的，不要闹了啦，快点啊，赶快过一过，好累哦、喔。该被关卡搞。我要收款，不是？等一下你们打慢一点啊，我看嘎嘎的钱。早上也有一笔啊。十点要到了。快点，要破台之类的。你现在是在哪个时区啊？没有啊，他是说开台吧。对啊，我们那天是玩到快十二点呢、啊。真假的？对啊。原来那天玩那么久吗？对啊。因为我只跟一小下而已。因为他们就想全破、啊，而且到最后一关，他最后一关卡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八关吧，打到第六关了，想说就赶快弄一弄。我记得最后是真的有蓝的，不是吗？哎，摩卡，摩卡有来吗？他在游戏里面，光遇啦。哦，我想说，日麻会有人突然进去吗？没有没有，我想要聊天室也没看到摩卡。圣诞快乐，对啊。欸早上好像，影片没出现说你们交换礼物，你抽到什么？我抽到什么？哦，还有后段不是吗？哦，还有后段吗？没有吧？我不知道哎、欸。我抽到的是影月的礼物啊。哇，那个迟来的圣诞节，看到没有？这个圣诞礼物多棒啊！赚过了。不像花鼠。对啊，花鼠啊。哦，我还是觉得发发的那个最超棒的哎、欸！我真的要跟他要一下那个厂商的连接来做了。发发是超有心的。不对，所以我每次叫他雨林啊。
生态浴。恶搞的那个人自己受伤。可是我觉得小雨的很棒，我蛮喜欢的。你说头套？对啊。小雨今天开台还有讲这个。我有叫雨林好不好？电瓶倒是出了两颗，很大电哦、喔。对，两颗大电。不，那时候我们有票说谁最累。那、啊、不是，他就直接快速带过，最后是小雨那个德雷王不是吗？对啊，他直接跳过，直接小雨雷王啊。那第二名是谁？所以你们中间票选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口角部分吗？没有啊，是很认真在检讨说到底是谁的比较厉害。没有没有检讨啊，就是都是用那个写那个纸条的，谁投谁都不知道。哦，对，那有第二匿名投票。我只能说某人跟小雨的票数差异，就这样。你说包包？我是不知道啦，不知道。嗯，因为扣掉小雨，应该是他的最不好了。其实我还没有。我安抚。打错章，那么狂暴嘞！先不要。什么？暴力他？好啊。这么不太对。你说猪猪人的结局吗？欸，台湾上了吗？蜘蛛人。猪猪人前天就上了、啊，不是前天啊，上个礼拜就上了。上礼拜就上了，好不好？你说什么？蜘蛛人无家日。猪猪人。对啊，蜘蛛人哦，蜘蛛人那个我还好是不是，所以没查，我也非常还好，我也非常还好。爆雷了也不知道在攻杀，对啊，不行啊，就没有加，我没有加而已啊。他为什么会变成蜘蛛人而已？我本来就对漫威系列其实也还。哦、oh, ，你会惹到很多人，你小心一点。不是、oh. 我又没说，你现在赶快穿衣服了哦。不然你要被拖出来，我不知道了。你去换衣服啦，不然你要被拖出去。我会赶快躲在棉被里面，当做没有这回事。圣诞快乐，本来想给多点，但确诊磕太重，没事没事没事，你有磕到就好。而且抽不到。所以有磕到吗？对，没有磕到的话，你只是缺了一个好的代抽。雨，等我一下，过不去。我知道，我已经长高了，但我过不去。可悲，其实我今天也差点氪游戏。氪游戏？氪啊！先不要，好穷哦。欸，难一局欸，各位，你们怎么了？我才发现，各位难一局哎，各位是否该结束这回合了？你刚讲完，讲完没有？我还没结束。摩卡有没有来？在跑，跑试炼。哎、欸，所以光遇你们可以直接用语音的方式。没有，他现在看台啊。就是在看台，然后自在光遇里面打的概念。没有吧？他在聊天室打字、啊。摩卡呢？有在聊天室吗？哦，没有啊，没有啊，就光遇里面打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家的窗户结冰，很像结冰。你家窗户结冰？太恐怖了吧？你那是北极吧？礼物，整个那叫温差大，水都凝结在那，那太夸张了吧？还蛮热，基隆也蛮冷的，真的热。海边呢？嗯。海边倒是可能啊。什么？哪一些？リーチ、ズモ、ピンフ、ダンヤオ。大体。
好，最后一局哦。最后一局哦。崭新，我觉得好好好。你是不是那个谁，闪闪那边的？没记错的话。过不去了，好，那个卫生，你想，你的交换礼物是用什么包的、啊？我的那个啊，我的包装袋啊。我刚刚看以为是垃圾袋。然后反正都会被撕坏，就干脆包那种比较不会被撕坏，不会难过的。嗯，他们就想哦，这样从哪边拆啊？不用，就直接唰。直接撕掉就好了。我刚刚看一瞬间是以为是什么便利超商那种黑色的破坏袋，对啊，是破坏袋啊。啊、哦，然后刚刚想说是破坏袋还是垃圾袋呢？哦，我现在要在上面画图哎、哦。真假的？对啊，我还画什么缎带的样子跟礼物的图那些，我都有画。在介绍的时候，如果砍的，好冷哦，真的好冷。那个雨，他叫欧弟，他有很多蜡烛。不用怕，他说他蜡烛很多。哎、欸，不是，你跟他姐不跟我姐，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脚好冷哦。刚不是说暖？没有啊，我家电暖气是吹我的。身体呀、啊，他又没有推到我的脚脚，该、okay. 把脚脚伸上去喽。该、多买一台电暖气喽，一台吹身体，一台吹脚脚。不是吧？买一条电热毯不就好了？但是要躺在床上啊。啊，就毯子啊。那种男人毯。包着自己，嗯，我觉得很容易会自己弄自己之类的。我以为你要说很容易包一包，然后就睡着了。嗯，那也是蛮容易的。你在狂传我，我已经在试炼里面了，你要怎么传？你等一下啦，好，哎、欸，雨，我可以把自己遮起来，遮到遮到，哎、欸，你讲的真有道理，但是我要怎么遮我自己啊？天哪，对折吗？自己把自己对折，我把我对折，三等分也可以，嗯。请问三等分是？可能把我的头往下折，然后把我的脚往上折吧。三等分，好痛哦！太奇形种了吧？欸、照你这个讲法的话，你的头占你的身体总长三分之一喽。可以先不要吗？
对啊，三等份呢，好恐怖、喔！你也是从胸口开始折啊，怎么会从头呢？不是，那你可以把你的胸口对折吗？可以啊，反正都要折了嘛，就打碎一点就可以折了。天哪，好奇怪！等一下，欧弟，欧弟跑完再送。你现在一直送，我也看不到。后天香港最低温度八度，我那一天要上班，觉得绝望。天哪，好绝望哦！大家看光遇。你也在等我出来，我的天，等啊！哦，我看到发发的礼物了。对，很棒。对啊，该出了，我直接跟你订。你要订是跟发发订，不是跟反正。不是啊，靠腰我出的，跟发发订干嘛啦？滑手电，然后我买了，也不知道摆哪里。哇，那个很大哎、欸，想一下嘞、欸，不是啊，你们干，等一下，摩卡，等一下，靠，要很奇怪。不是，我现在要飞他们，飞不到，画面一直被卡住，我快气死了。在跑图哈，鸡掰。好久没看你那么生气了，好可怕！你吓到我了。哦，有没有吓到？又怎样？哦。吓到了。你好可怕！我靠！就这些飞。听到那个是哦，我听到香港的，应该是他叫小虫子吧？对，没错。请问是公爵吗？是那个公爵的话，你不会听到我打人的声音。也是打人的声音吗？是不是打虫的声音？不急，我冷静。不是，那刚刚欧弟就算了，现在换摩卡。跑到一半的时候，突那个画面出现一个东西要你解锁，点到它，干。那个白板断了，是白点。在跟谁通话？兔窝的，嗨，斯巴达。诺音那边的，怕翻了。不是早不解，晚不解，偏偏在这时候解啊！我正在开台，又要跑光遇，很忙哎、欸。边打嘛，然后跑个忙哎、欸，体谅一下。都没有什么自动战斗，自动战斗是说日麻吗？他在你的，他在你的左手边，你可以按下去。你看一下，就这个画面，
然后刚刚要传送的时候，突然右下角出现很大颗的爱心，要你去点它。然后点下去，发现它又回收了，我快气死！东西，哎、欸，等一下，你们刚刚解锁了吗？嗯，你妈斯巴达，你还没睡哦、喔？终于还没睡哦、喔！天气那么冷，赶快休息哦、喔。前辈不要气啦，不是，大家气呀、啊？干嘛？你有没有看过我气过？是不是？嗯，以后你会看到更多，知道吗？不敢惹他生气。哪有？你上次惹过我生气哟、喔？哪有？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摩卡，摩卡是谁？不是摩卡在哪里？摩卡是哪一位？摩卡，摩卡是这位鹿角的评估。摩卡是鹿角评估，要讲专业术语。他今天不会睡，可是等一下就要关台了。谁不会睡？你会啊？我会睡，因为我八点还有喵哈的实况要用，不是实况啊，我们有约画图的，就是那个画图啊。录影。早上八点。嗯。好早、哦。晚上八点。电话传情吗？对。早上八点，好累呀、哦！早上八点也太早了。我明记得喵浩有说过，他不想这么就是离开他的床。晚上八点吗？小鱼你好断，超电的你。哦，四百。这不是他刚刚唬的分数吗？对啊，就是有新模式啊。有。嗯，就是一个人画一个东西，然后其他人就是画那个东西出来。比如说小鱼画个正方形，然后我们在场所有人就画小鱼的正方形，然后我画三角形，就在场人接着我画的三角形，就可以看到每个三角形会变成什么东西，不会接下去啊。每个人画的就是一样的东西。结束啦！结束啦！リサリサ大勝利！咩咩咩！这只好可爱哦。我觉得他还可以啊，比那个什么部长吧，讲话讲太久了。哦，你是要跳下去找狐狸哦？欸，狐狸，对，你狐狸嘞？哦，白痴哦，你出去了。好啦好啦。我先处理一下，拜拜各位。好啦，那个狐狸你太早跑了啦，我想说等一下要分批嘛，就是一个传一个这样子啊。啊，结果你跑太快了啦，哎呀。啊，同学不会啦，你上一次不就把我击飞还是把谁击飞吗？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那明天白天我反正早上不是说今天晚上开台几率不大嘛，然后啊，圣诞节还是开一下好了，开到十二点好了，就这样子。好啦，那明天八点会开啊，中间会不会开就都再说，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圣诞快乐，拜拜拜拜。诺英晚安，诺英快睡，诺英，有没有听到？诺英快睡觉。